师刚好欢迎来到我频道。刚刚看完了那个 B roll， 大家觉得怎样？像这个 B roll 是很简单，我没有用任何相机器材，没有用任何打灯，然后一个很挑战的东西，我是用了一个手机。Yes， 朋友带我去一个茶庄，然后我就 request 跟老板讲，如果我拍这个影片的话，然后一个很小小的举动，他 approve 我这样子的东西。像他那边比较出名是这个茶啦，叫白如意的这个茶。像这个茶，他就讲比较common 跟比较 OK， 就让我去拍这个茶。但是我问我这个茶叶的价钱是怎样啦？听说玩茶叶的maintenance 很高。So 回到刚刚那个影片，好，它是一个白茶，我也是第一次听有白茶这个东西，它叶片。是比较大片啊，然后拍的东西也是比较快，因为30秒到15秒是最基本的一个广告形式啊，也不要太快，然后我认为是这样啦。可是这些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 request 跟老板，然后谈妥了过后，然后才开始得到他允许才开始拍样子的。当然老板是不喜欢露脸的，所以我就比较注重在白如意这个茶那边。 Yes， 所以前面看了这个整个感觉，用了2小时间，今天一天里面做完了过后，我就拍这个 review。 最主要是你抓机的方式这样子，前后然后盯着，因为今天我没有用任何 gimbal 稳定器的东西去拍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handheld， 就是无稳定器拍摄跟放 slow mo。 好，请记得放 slow mo 就是要放 120fps， 就是那个快门，所以请记得，然后加一些 color grading， 然后两条影片看起来比较 cinematic 一点。 Yes， that's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最简单2小时里面剪好了。当然我觉得用太多时间了，因为一开始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其实是 plan 好我要怎样拍的，可是临场有一些更改，就是比如说他产品换了，场地跟风格也换了，所以这东西就是搞到我要用2小时去搞定这些东西，所以 total 加起来就是 exactly 拍摄是用了1小时多，加买剪片大概3小时。 OK， Yes， 大概是这样啦。然后 anything 的东西就是Quick and play and roll， 然后最重要是跟老板谈好还有什么东西。当然 MCO 期间请记得戴口罩，只要没有 behind the scene， 因为唉讲起来就痛苦。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忘记 set up， 就是我没有拿到我的相机 tripod， 一来我遇见有朋友，所以 miss 了，我没有拿拍到 behind the scene， 所以我就纯粹分享今天拍完的整个过程跟 anything 的东西。 Yes，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我 Instagram 再看回这个影片，哦 YouTube这样子的东西 OK， 或者是喜欢玩茶叶的人，影片下方有茶叶的产品，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茶界的或者是茶叶的产品有兴趣，当然不只是茶叶，它也是有卖茶杯啊、茶庄啊等等的东西，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影片下面有连接，大家去看这个东西 OK。 这样子接下来我也是会一一拍这种产品类型的东西，不要以为只有 iPhone 可以拍出来，其实你的手机是很强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只要你足够的灯光，然后换成60帧去拍就没有问题了。 So 我的影片到这里，我做一个总结，就是拍影片前请构思好你要拍什么，因为 anything 的东西都会打岔，不要讲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拍到一些麻木的。我的影片到这里，我是 Gao，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期的影片，请 like and share 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